接下来的家乡台北的朋友你好。演唱会马不停蹄，新的专辑自己创作之外，做七首歌的制作人 MV 首播指导，也有百万的点击率。他是一位非常努力艺人，什么东西都愿意学习。接下来希望你的尖叫声掌声继续支持他，借点掌声欢迎你心目中的正能量女神，欢迎 Angela 张韶涵。Thank you.